べたいからやってみよう。でもさ、これは他の人とは異なります。コーリーです。そう、コーリーだよ。実は海外でスフレーは百代を意味する。寒いか暑か同じだよ。それではやります。首先我们要准备点圆形的纸毛，度下高出杯子大概 3cm 左右，可以帮助做出撞到包的造型。如果有石子都可以用石子代替的。然后把糖加水压到116到120度之间，我这里水都多了，其实只要刚好浸够白糖就可以了。如果家里没有温度计，可以用把餐叉完全浸入糖浆，提起身观察有没有形成一条直线，如果有还可以吹出糖泡，表面是这样的气泡就可以了。熬糖浆的同时要高速打发蛋清，打到出晒花纹就降低速度，然后慢慢倒入糖浆在蛋白和盘的交界处，倒的时候小心点不要烫伤自己，这一步就可以达到杀菌的目的，完全可以放心食用的。然后高速打到降温，最后可以拉出这样的大尖角就可以了。樱桃加波士的樱桃酒冰榨成果蓉分次和蛋白搅匀，如果酒精过敏，酒的部分可以换成同种口味的果汁。跟住淡奶油打到八成，有个小小的尖角，分次和啱先的樱桃蛋白搅匀。装入裱花袋，慢慢挤入杯子，好似咁挤到高出杯子就得噶啦。最后拍下盘底，送入冰箱吸冻一个钟就可以食噶啦。哇哦，系绵密嘅口感啊，仲可以睇到好多小气泡添。冻多五个钟就系雪糕嘅口感啦。喜欢的话记得点赞三连，下期见啦，拜拜。哇，鸡蛋打起来了。哇哦，巧克力，这圣冠是怎么回事？好像加了 buff。 鸡蛋加巧克力搅匀，这次一定能行。淡奶油打翻了，鸡蛋巧克力加淡奶油搅匀了，装袋预杯子，完美。再见。最难过时光终于一起开口笑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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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Happy Kid Bang Every Day。